七十五年来 ，Molex 一直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。创新为 Molex 赢得了骄人的过去，更能引领 Molex 走向辉煌的未来。在每个主要市场，我们都为客户提供了突破性创新，改变人们的生活、工作和娱乐方式。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最早的8英寸软盘驱动器就采用了 Molex 连接器连接至电脑。个人电脑一代比一代更强大、更复杂，尺寸更小。而个人电脑制造商选用 Molex 的插针和插座连接器系列产品。如今 ，Molex 依然处于电脑技术的前沿，为电脑行业提供各式各样的专业 I/O 连接器。当 Molex 开始为电脑行业生产部件时，全球仅有不到5万台电脑出售，总价值约为6000万美元。而到2015年，电脑及其外设的市场价值会接近105亿美元。Molex 将继续支持电脑市场的发展，并正在为该市场的未来新兴技术做好准备，比如非接触式界面、先进语音识别技术，以及尚处于技术前沿的表面声波技术等。 Molex 跟随市场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，在庆祝以往骄人成就的同时，我们也在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。